為了悼念在菲律賓罹難的八位香港市民，梁仲思、梁仲儀、梁錦榮、傅卓仁、楊以華、楊以琴、汪子林、謝廷俊，請各位默哀。 Observance of silence now begins。默哀完畢。 Observance of silence ends。 現在升旗隊、警察儀仗隊及警察藝樂隊先行離場。 The flag party, police contingents and police band will now depart。各位，默哀的儀式已經是完結。Black Party, our tank, don't fake. 除了在灣仔金紫荊廣場之外，今日所有的特區政府和中央駐港機構的國旗亦都會下半旗致哀。Right, we move to the right in place.Black Party, fight the left, fight back!而特區的區旗亦都是連續第三日下半旗致哀。至於今晚的環彩榮香港亦都會是連續第三晚暫停。在今次的馬尼拉劫持人質事件，合共是造成八死七傷。八個遇難者的遺體在昨晚已經是由政府的巴機移送回來香港。在事件中，头部受伤的梁仲学现在仍然在马尼拉的深切治疗部留医，他的妈妈也是留在当地陪伴着他。
場除了是行政長官曾蔭權和各級的司局長之外，也是有大批的市民去到金紫荊廣場悼念今次遇難港人。部分人都是显得很哀伤的。升旗及下半旗儀式結束。The ceremony for flag raising and lowering to Half Mast now ends. Thank you. Ban 個翻張俾 Mast 啊！各位儀式嘅現場睇到呢一度。